卖报告，报告，九九你来啦！这是他这都来三次了，说买什么发膏，身上又没钱，这儿还有点问题。九九，你说谁那么狠心把老人家扔出来呀、啊？奶奶，这是我给我妈新买的裤子，我带你进去先换上吧，好吗？来，我们先进去。奶奶，这是你要的发膏，来你看一下。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我面试都取消了？你还买发膏？你这个月已经买十个了。奶奶就想买个发膏，你这么凶干什么？他今天幸亏是来了这儿，如果去了大街上怎么办？就是，怎么会有你这么狠心的孙女啊？一个个都这么假惺惺的，又不是你们去养他呀？把你妈的电话告诉我，我来给他打电话。说啊。女儿乖，来坐下梳头。坐下梳头。妈妈给你梳头，妈妈给你梳头，送你上学，送你上学。记不住呢，你为什么不能乖乖待在家里呀、啊？爸爸已经再婚了，因为你我没有工作干得久，没有工作我们吃什么？谁养我们啊？奶奶的这个病有多久了？自从我妈去世后，外婆的病越来越严重，她甚至把我当成了我妈，她只记得送我妈上学，给她梳头，给她梳头，给她梳头，我真的受够了。外婆这是把对你妈妈的爱放在了你的身上呀。老年痴呆这种病会让她忘记很多事情，但她从来没有忘记。